问候。I plan to let you know, the longing of my heart, the wish I carry high whenever we're apart.It takes me through the night when I look deep into your eyes. When I look deep into your eyes, when I'll be coming home.谢谢我们第三张区主席徐乐子的一个勉励。
来，掌声先有请啊，谢谢。我们今天的主席啊，那主席有林家章啊，以及我们薛康老师率领的团队，我们第三专题主席是邱四个顾问的会长。以及我们的区那个区部署总监杨天峰主席带领所有的团队，以及我们四会分会的会长及所属的专的职员，还有那个我们专门区的所有的同学，谢谢你们今天的莅临啊跟指导。这一次的会议啊，这次会议是家长真是有感而发，是因为这一次的会议并不是我主导，因为这是一种学习啊，这是一种学习。所以说这一次在筹备会之前，我就跟各位会长啊勉励说，由你们来主导这一次的会议，然后由你们来安排你们所要进行什么样的会议，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狮子会在执行什么样的目标，然后呢跟做什么样的公益，然后去布达给所有在场所有的师友，让他们清楚知道说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不是只有吃吃喝喝，每次的会议都会听到这样子的话。所以说呢，在每次的会议的时候，在每次主持会议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应该让所有的方位去发挥，然后让会长们上台去什么去讲解，或者由会长来邀请底下的职员上台来讲解，帮他训练他们知道说我们在台上要如何去布达跟我们所希望的计划跟目标。所以说在今天的与会的说，今天这个会议能圆满的成功，就是有赖于各位会长以及我们今天亿万区所属的团队的一个指导，让我们这会议能圆满的进行，然后呢也让它圆满的成功。所以说在此呢，家长谢谢各位，大家都能在百忙之中空出空来，然后呢来为这次的服务，这个第一次的湾区公益也是一个服务。就像我们廖清明师友他所提到的，第一次是什么？是计划跟目标。所以说呢，我们希望秉持这样子的目标努力前进。在此呢谢谢各位今天呢好的莅临，然后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谢谢。因为交大主席有特别安排这样公开会，方位确实很多的主持人，但是他们今晚都有特别的事情，所以很好临危受命。那交大也是我的好朋友哦。When I'll be coming home。真的要特别感谢他，然后也借助大家的双手给他一个鼓掌，谢谢。我没有请他说几句话，他没有准备。那要亲一个啊，亲一个就好了。谢谢，谢谢各位，谢谢。接吻，亲一下吧。
wish I carry high whenever we're apart. It takes me through the night when I look deep into your eyes.I'll be coming home, and I am on my way. When I'll be coming home, I wanna see you play the music of your heart. I'm followed by your light.
你会吃有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我们谢谢。没错，我们第一名加拿大，全球都认识的，一百岁，要上一层哦。呵呵
to your eyes。
谢谢谢谢谢谢。老公拍的就是不一样，三三，老公拍的就不一样，对不对？I'll be coming home.